当发现外壳出现问题，如刮花、裂痕等情况时，需要更换外壳。当需要更换车体内部组件时，需要先将外壳拆卸下来。作业步骤如下：双手分别捏住脚踏垫两脚处，向上拔踏板，拆下左右踏板。将八颗十字圆头螺钉拆除，取下外壳上组合件，持拆卸与组装说明。电池需要更换时，需要进行电池拆装。参考外壳更换说明，拆下外壳，露出电池部件。用十字螺丝刀拆下电池周围的六颗十字圆头螺钉。将电池取下，